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佳。一杯干净的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近在咫尺，但是对于一些发展滞后地区的儿童们来说，想尝一口甘甜的水是孩子们奢侈的愿望。只有他们知道能喝上干净的水是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让我们一起呼吁，一起敬水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。不好看还是前九好看啊？你好看，你好看。这么说，你还记得前九长什么样了？不记得了，早就不记得了。你行啊，你连你前九长什么样都忘了，你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呢？是不是以后我成为你前九，你也忘我长什么样了？不能，你放心吧，你长什么样，我绝对不能忘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咱俩以后会分开，是不是？你说的 VS 你媳妇听到的说的。那亲爱的，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晚上我们同学聚会，你放心，没有女的全是男的，然后也没有我的初恋，然后我也不喝酒，吃完饭我就回来啊。你媳妇听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同学聚会，而且我们还会喝很多酒，里面还有我的初恋，小的时候我们还亲过嘴。今天晚上不用等我了啊，我不回来。哎，你抱脸睡的时候得劲啊。得劲啊。那我怎么听说你们男人抱谁睡的时候都一样？那能一样吗？抱着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完全是两个感觉呀。什么感觉？一个得劲，一个不得劲呗。那你抱着我的时候得劲吗？得劲啊。那你不得劲的时候抱着谁呀、啊？